我们要么就是再吸收两个，要么我们就被打散。嗯哼，对。咱先往好了想，先想想吸收谁。现在，请胡彦斌部落全体成员前往滚烫树下查看升级结果。拿回去看吧。拿回去看。对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拿回去看。哦。我们再能有一个类似博远那种的，就是又能唱又能跳这种全能型的，可以、哦、也 OK， 是吧？但我觉得胡彦斌部落基本他应该不，他不会散，不会散、嗯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人应该拿不到。嗯嗯嗯、请林志颖部落全体成员查看升级结果。哎，两个。啊，那他们也应该不会散，我觉得也不会。应该 OK 了，应该安全。喜爱度也好，他们喜爱度应该会很高。嗯、有小志哥拉的就很高了。嗯嗯。请陈楚生部落全体成员查看升级结果。走 ，Go，Let's go。请王耀庆部落查看升级结果。妈呀！那陈楚生部落和楚生哥够呛，也不会散。你也不可能。耀庆哥也不会散，那咱们就散了。谁？咱们就散了吗？我的！这哎，最后算来算去，算到这儿来了。算到自己。别算了，别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啥呢？爱咋地咋地了。算了算了，把自己算散了。娘娘的。但是不管咋地，我还是很爱你们的。哎，我也很爱你们，我才爱你们。不管我们会不会在一起，如果能的话最好，我们就再吸收非常厉害的朋友。对，如果不能，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好去处，享受好舞台。对，武功有一个好舞台。Yes sir。行，大哥们，好，所以我们还是先想想我们要吸收谁吧。对，吸谁呢？先把陈楚生吸收过来。没有，我们目标已经锁定好，楚生哥、彦斌哥、耀庆哥啊、这几个先把吸过来，小志哥把先吸过来，他们行，可以、哦，我们现在目标明确，请董宝石部落全体成员前往滚烫树下查看升级结果。滚烫树下 ，Go！拿吧，不是你开吧，这个重要讯息，我们回去开吧，回去开，走。我们要吸收谁？到底是要王耀庆好，还是胡彦斌好，还是林志颖好的呢？到底要吸收谁呢？我们哎呦，有那么多选择可以吸。我们是什么？第五位。部落就地解散，全员进行转会融合。84.1.3。解散。好的。OK。好吧。没关系。我们都到武功了，我们都尽力了。Let's go。解散前我们拿了个冠军嘛。对。嗯、对。所以我们不用悲伤。这次我带着我自己的队员们完成了一个很不错的表演。哦耶！失去队长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重要。但是大家的个人喜爱度并没有节节攀升，我觉得我非常有责任，希望他们在第五宫的时候都能把名次往前提一提。对 ，OK，Let's go open it. Where is that? They say we're the last one. Always. We always the last one. Yeah, but the thing is like I fear the most is to just the team will be separate. So we're gonna be separate. 为什么呀？